但我玩好久啊这次。好，这局坚持的时间是没有记，没有记啊，没有人记时间。那我就再来一局喽。我需要先练习的。好好练习的哈。那我要练习吗？可以。你们是因为时间不够呢，对不对？咱们后边段时间就在玩这个游戏了。你们一会儿可以看小东玩这个游戏，小东玩这个游戏简直就是魔性。没有，上次是因为不知道游戏规则，以为声音越大就越好。我觉得你还是像。Q 好我开头的时候告诉你。Q 你啊 ，Q 你。一二三，开始，开始。声音啊，其实是跟也跟声音是有关系的。跳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有怪。那没有法发蛋呢？这个就是声库版的超级玛丽是吗？坚持多久？26秒。其实这个输赢的那个，等会再说吧。你要19分钟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是三把都他来加起来，还是说一百？好，来看小东，这是四把，小东版本。怎么办呢？你就让他下去吧。我不，咱们安静一下。执着。啊，好了，下去吧。没下去啊。像个拉屎一样冲不下去。好了，我正式开始了。没事，继续。导演欺负人。自己要练。那个版本吗？那个版本好玩吗？就是玩之前那个版本。但那个版本我就是很慢了，不是说好玩就行了，我们要赢，好吗？好，我要赢，我要打过你的。好，小东认真了。不是，他没死，你看他没死，他没叫就不算死对吧？来继续，叫就不算死，他没有出这个矿对吧？因为他没死，所以说他现在还继续呢。快！装点了，不是没叫，还没叫下去呢，他还没叫下去。我玩游戏很认真的，真的玩游戏很认真的。啊，还没死呢。你一直念，好，那就不能说简单的啊。对，不可以，没有台词了啊，内容。你要是啊，我就到那到此为止。来，预备，准备好了就开始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这个小朋友你好可爱啊，然后他现在在走路，他可以跳，然后他跳，前面有一个坑，走。恭喜你，你也卡了一次了。不行，这个，哎呀，不知道什么，夜路走多了，总会刮脚的。
来，小兔，那就还不下去，下去，安静，让他下去。真的像冲不下去的马桶，这是说话的话，肯定是小东赢。小东上次玩简直太神了，小东来一个，来一杯。怎么玩了？上次也是说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你讲讲上次吧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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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走走走。你好，你好。他不听人操控的哈，点点点，他也有一点反应。但是那个好难啊，这么点，然后都来播报一下，现在七局乐乐是26，乐乐最高纪录是26秒，东东最高纪录是33秒。那个卡住了是吗？对。刚才多少？刚才多少？最后一句就是讲台词不要重复的。好好好好。你好，接着往下说。嗯，刚才多少秒？你刚才是21秒。啊，也不错。那我就打破33秒。其实我觉得想破33秒。小东应该坚持第三局，应该坚持不到33秒。好认真了啊。嗯。大家不要讲话，让他慢慢的走，走到这里可以跳，跳过去了。好，好，这位选手继续往前。好，走走走走。走哎，放心吧。是总时长，三局的总时长加起来吗？还是最高纪录？总时长加起来，最高纪录啊！总时长，总时长，总时长吧。总时长我赢了。现在你快就赢了，你快就赢了。我上庭再握。好好好。小东加油。哎呀，这游戏啊，真没什么意思。玩了这么多把呀，就一直在赢，然后每一把都赢，也不死。你说这游戏怎么这么简单呢？这就是蠢。我话没错，那我说这就是传说中很厉害的游戏吗？好了，我赢了，爷爷，是吧？对，无论是最高纪录还是总上都赢。这小东赢了，谢谢你。所以这个惩罚其实上次是你赢的吧？上次是啥？上次玩的时候你赢了，我赢了。嗯，我们四个人，哪什么？你说哪次游戏？就是那天的时候，在杭州的时候玩的游戏你赢了，啊、对吧？啊，对。这次我赢了，平了。那次没分那个输赢，就是录一个那个什么。是吗？但我感觉我好像就一直走不了。好，我们可以上这个。玩什么？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会爆炸的哦。先看一下评论，他让我们看一下评论。滑铁卢啊，不是啊，我看错了，滑铁卢是滑铁卢，没错。哪儿呢？啊，滑铁卢，卡住了吧？给我，大家猜一猜我们的惩罚是什么吧？你刚才已经看到了，但这个东西我从来没做过，很想做一次，但是虽然我赢了。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吧，一点就够了吧，应该就是我之前听朋友说过这个。可以我好去帮忙啊，我这么急性的人有点受不了了。加油运动员，像开运动会的时候，加油运动员，红旗飘扬永不倒，什么那个运动员最厉害，高二二班发来贺报。好，乐乐要剪头发了。嗯，剪我这发型啊？不行，驾驭不了。能呢，指甲板不是指甲板，不是指甲板。嗯，不是，也不是吃巧克力是惩罚吗？可以吧，可以的，就直接吸就可以了吧。好，惩罚揭秘，就是不用一口气吸进去，就是这个是氢气，就说吸了这个氢气之后，氦气，氦气，啊，氢气是让汽油飘起来的那个气。
这是氦气，氦气就是跟汽车尾气可能是一样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氦气是什么。好紧张。是吗？嗯，是啊，不可能。好，就试一下。哎，你给我再打一个，我想试一下，感觉能好玩，因为我之前好多朋友都说过。吸是吗？抢戏。说吧。少年侠和郭嘉。真的这样啊？周国强，哎，喂喂喂喂，好了，少年强和国强，上块了，不，这谁是首发呀？然后一点就行了。考你啊，你又没有输，你凭什么要玩？试一试什么样的？想玩吗？我不要了，确定吗？我不要，再给我来一个，来个小点的，你来吧。咱俩咱俩一起来。不不，你这个惩，你这咱俩一起来。这是惩罚吗？我只是想觉得这样好玩，挺好玩。是感觉是什么样的？我其实可以学，沙田强在国强，就跟刚才不一样啊。你看不一样，就是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是会声音就是细一点，难受吗？那种感觉不难受，不难受，难受，爽吗？是没有什么感觉，是吗？吸气后氦气，他们那个节奏好慢的。要不然你来这个吧。没有，那个氦气，氦气特别慢，然后咱俩一起来。给我吧。来。啊，来。哎，你要先把就是胸腔里的气吐出去。对喽，吸。啊。好像是那个小黄鸭呀，不是的，就是那个小黄鸭。小黄鸭啊，怎么这样呢？这个气刚才好像漏气了，好了，你感觉刚才我这好像漏气了，猝不及防的气自动的跑到嘴里，跑太快了。怎么？我觉得两个可以一起玩，然后像那个小黄人的那个。我听那个声，感觉特别像小黄人。哎，应该是巴拿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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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氦气有点既不太想出来又不太想进去。可以把这个也盛满吗？盛满吗？就是刚才那个。哎呀，好好玩啊！就是刚才那个。我给你看看这个评论。啊！太监督。有人说有毒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边进行下一个项目，然后边让他们这个导演充气球啊。我们第四个项目呢是一个浮力，然后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提过，说这屏幕挡我了，在开场的时候提过，说今天的前五名都会获得相应的签名礼物，一些小浮力，然后这些小游戏是送给所有今天这个是小游戏吗？就反正是一个算是一个惩罚吧，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福利吧。然后今天也是一个类似的福利，我们分成三个阶段，然后达到每一个阶段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福利送给大家。然后第一个阶段是多少？请告诉我。第一个阶段是多少？啊。你肚子有叫吗？没叫啊。我的肚子怎么感觉好像一直在闹肚子？闹肚子？